开始，把这个叶片先把它转成八角状的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在这个圈圈的地方，再依序，套入这个算是中间的一个插销卡榫，八片叶子，再依序把它套进去。好了之后有一个盖子，黄色的盖子，小叶片，我先把它放好，再一个黄色的盖子把它盖上去，这样子大致就完成了。那底下的杆子，再把它放好，把那个红色的套子固定，这样来转是非常的顺畅。OK， 以上组装完成。